那我们怎么可以用老祖宗的生生不息的这样的精神来包容这个意外，包容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遗憾？就是你不要把它想得很重要，对，它就是一个生命。是，那我想现在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个奥地利的一个医治疗的这样的弗朗克，他在集中营里面的每天面对生死，跟每个人面对癌症的一个生死是一样的。他发展出一个所谓的医的治疗法，就是说人在最悲痛最悲痛的一个状况下，他还是可以找到生命的意义。那也许呢，你的亲人面对这样生死的搏斗的时候，他是不是在示现一个生命的意义，在告诉你每个人都有生，每个人都有死。其实就说的浅显易懂一点的话，就是说我觉得周爸爸就是说你是有一个新生命，新生命其实就是给你一个希望。没错，是一个正向。对，你不管是不是把他生回来，还是就是生另外一个孩子来陪伴弟弟，其实都是一样的嘛。因为你在期待这个新生命的时候，很多的期待就产生了，对不对？对，那有很多的生命的无限可能就在期待以充满希望永不放弃的过程里面，你会找到生命的意义。哦，所以你说就是你可以想说我再生一个，或者我把它生回来。是，可是你与其就活在悲痛之中，你还不如就生一个，然后他其实陪伴弟弟，然后你把它想成你是把它生回来，所以每一分钟都在期待，然后也会让你比较加速的走出忧伤。对，而且那整个身心灵的那种念力的转化，那个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念力真的很重要，因为如果说其实念力很强，哎，如果我认为我可能，我就会想办法去做，然后我只要做到我就很开心，然后我就会一直努力的往前做。是，那如果我觉得我不可能，我很伤心，我就什么都不会去做，我资料也不会去查，然后我每天活在痛苦之中。是，所以说有很多人要等于踏出，要挥别阴霾，我想向正向，向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那个未来，是应该最好的一个状况。新生命就会让你觉得充满无限可能。对，而且它是一个很好的未来。那不管怎么样，生命是难能可贵的。对，那我们有用这样的态度，跟观念，跟行动来面对。我想，你遭遇再大的困难，稍微再大的一个悲痛，都会一脚跳过的。那我很期待我们乡间小路所有的好朋友，每个人彼此都来分享，每个人都来等于是可以来创造不同的生命的喜悦。那在这样的状况下，就会让觉得不管你在生命的任何一个处境，你还是有无限可能的期待，无限可能的未来。其实周爸爸的意思就是说，周爸爸最后走过这个生命的难关，就是他生一个孩子，那期待说大关心会再回来，我是不是要再把他生回来，然后因为有一个新的生命的产生，让他有无限的期待，就是周爸爸走出癌症阴霾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聊聊怎么样走出癌症阴霾。周大官虽然走了，可是弟弟说要完成哥哥的遗愿。什么遗愿？是他上官是蛮可爱很纯真，当时他就说他看有几次假日找不到医生的那个治疗都是要在不是假日期间，所以说他就说要发明太阳能面来加速器。太阳能面来加速器？对，就是说从太空里面把太阳能引进到全世界每个医院，只要孩子有需要的时候按一个钮，这个太阳能就来，就可以把癌细胞消灭掉。对，所以哥哥后来就走医学这条路。对，他现在是在辅仁大学医学的临床心理系啊。那他这时候面他现在也躺在那个实验室里面等等尤其他对所谓的大体的那种的解剖的课程特别有兴趣，对解剖课程特别有兴趣。对，那
等于是也等于是在这方面可能是小时候跟大官在医院的这段期间影响到他所以说他现在走的路就是一直很期盼能够在身心灵方面能够陪伴，能够能够减轻更多的这样的癌症病人或家属的一个痛苦。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很多的癌症家属，尤其四个家庭就一个是癌症的家属，那其实哦70-80%的人是与世隔绝的，没错，不懂得求助。对，我们很期盼你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求助。怎么求助？那求助我们当然多大关基金会当然义不容辞对，我们当然有24小时的电话你104、105都可以查得到那我们还有很多的志工团体爱哥哥、爱姐姐、爱爸爸、爱妈妈等等。那我很是志工团体是怎么样？是一起到癌症的家庭里面陪他走出来吗？对，还有在医院等等都有那我们当然为了鼓励，尤其是还在就学，从小学到大学的这样的一个癌症的同学。我们有设一个抗癌圆梦助学金，抗癌圆梦助学金。对，那我们很重要，就是说鼓励他不要关在医院，不要关在家里，能够到学校去。也许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他可以减轻病痛。对。那在学习的一个同学跟老师的互动里面，他也可以找到他等原来的生命的品质。生活的品质，其实说最重要就是抗癌的家庭还是要保持一个很好的的生活的品质。对，我们因为你不但能够自己走出来，还有帮助家人未来能够走得更健康。希望今天乡间小路的节目能够给你一些启发，下一集同一时间不要忘了回来哦。